是第二间包厢，我看见了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太突然了，我来敲门你就直接打。喂，他这边这么大的房间，唱歌不唱歌，这个地方是不是我想来不能来的地方？哎谁哟，我能来，但是必须是我才能来。不好意思，哎，老高，老板，我操你爹！不要跑！老板，我操你爹！手在这里，他叫声，他不是叫声，他叫跑病室啊，他叫跑病室啊！哎，看不见，我有预兆，等一下，你看他有人点蜡烛，然后他还坐在这边，我不知道他是在通灵还是他在干嘛。阿多啊，我操你奶，可见阿多啊也是佛教道教的噻。拍谁哦？家里家里叫了，拍谁拍谁？撒娇。哦，疯了！看好呀，拍谁拍谁拍！啊！操你大爷！谢谢哦，知道我很热。你老婆开后哎，你也知道你们这边很闷是不是啊？现在现在才开，来，钓鱼线钓到嘴巴去了。欢迎收看《天才冲冲冲》。